说你们感想吧。很臭，对，很臭。那要戴两个口罩吗？不过很好玩，很热，会很热，对啊，很热，会一直流汗，还会很痒。对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要小心，你不要吸油漆它。我知道在吸油漆。在吸脚踏车。对啊，我们第二台，你们第一台是哪一台？第一台那台一样颜色的。去找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玩过。好，我走了。你们播几段了？你好，我快挂了。我在录影哦。录影哦，我可以先抱怨吗？我累很多文字。请帮我准备沙龙 pass， 我要贴腰。那你们想上国文课还是在这边播胶带？神，你是神，你好尬的。两位，你们的水塔砌的怎么样？还蛮不错的。哇塞，你们砌好快哦！香吗？油漆？很臭。我现在在录影。被骗了。就拿不到，我感到愤怒。好，开始分享。不是我说，不要了，还没关系。伤到我的心的话，说吧，刚刚的吗？遮住我的脸是赵大东。遮住你的脸？至少不要遮住我。我是说，他的手把他整个脸遮住我啦。啊，那是赵大东。你敢侮辱我？你们平常怎样？副班长。嗯。累吗？超累。想累吗？你们不会，不会，只有你们说不会。超累的，我超累，超好玩的。谁超累？我拍清楚一点，铺到学校网站。涂最好了啦！那个，你们涂几个像啦？超多。好涂吗？你们想上国文课在这边？在这边。好，那慢慢涂吧。以后国文课都来这边。录下来传给那个。我要跟文静老师说。不要。把你当掉。嗨。开门一下吧。开门。欢迎来到我们甜美。超温馨的，我那么你看得出来他们的表情？他们戴口罩跟眼镜。真的，你下来这样，你这样拍得到吗？对焦一下。有啊，对啊，我这张真的超温馨，你自己看。好，超温馨的，他们看起来很开心。累吗？很累。可是也蛮好玩。那你们想上国文课还是这边？当然是这边。当然是这边哦，当然喽。郭文萧老师说一下，当然是在这边喽。文静老师，没有，把他们两个当掉。你有听国文也很好，对国文真的很好，他可以吸柚子，对，可以吸柚子，还要绑一个髻，可以吃柚子，重点是吃。你们涂多久了？蛮久的，而且才七天。对啊。还七架，而且地板全部都是我们的心血结晶。他叫什么歌曲？刚刚那个男的，我忘记了。那个什么什么雨，樊雨。啊，樊雨哥，他很勉强的说我们气得很好。樊雨哥，他很勉强的说很棒，很棒。没有勉强。有几遍我们都懂。不赖，我觉得不赖。谢谢你。不要再说谢谢了。对，我们讲几次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们涂完了？啊，涂完了。你们想陈志宏吗？啊。你们在录影吗？现在在录影。我不想玩了。我要这里。嗨，三位。Hello。你们想陈志宏吗？想。那你们想上社课吗？不想。还好。不要碰到我了。你们比较想谢文静还是想陈志豪？谢文静。好。
问一些奇怪的问题。嗨，我又来了。嗨，你又来了。你现在录影还是拍照？我在拍照。哦。你们想陈志宏吗？不想。好，我在录影。你们两个选的颜色吗？那个人是。男的。你知道他的名字吗？不知道啦。我觉得叫他老师好像也可以拍。好吧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还在录影中，我已经受够录影了。他说要录影啊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已经被骗了两次，那我连三千的小朋友也要注意这个。拍照前请先问好到底是还是相机，不要像那个正在拿摄影机的，根本照不到你。就是相机。你一定要这样子吗？我觉得大变色有点丑。人家叫巧克力。好，巧克力，拜拜。你们在干嘛？刚才三哥要打架，我在吸毒。吸毒。好中肯。现在是要把它涂掉，还是要把它？垃圾啊！对，我在吸毒。那好臭哦。对，干嘛要吸毒啊？谁知道那一晚的化学是叫甲化乙二，然后是加粉，哦加粉，好，加粉。那个水塔那边汽油漆会被钉成这样，可是被钉成这样我也很惊讶。好，开始了。你今天的感想是什么？我今天的感想是很好玩。然后我们漆那个里面那个什么黄黄的那个柱子啊，然后把地板滴的全部都是，然后我们漆的很温馨，然后很像在漆我们自己的小窝。好，书包给下一位。我牙口。你今天的感想是什么？不要！就我们真的是油漆小天才。下次漆油漆，下次漆油漆一定要找我。不行，我们两个，我们真的回去了。一个，我们是油漆小天才。油漆小天才，油漆小天才，这里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油漆小天才啊。好，书包。下一个是定怀。感想。一直骑又骑，对啊。副班长，玩这个，就是啊，别人都在骑又骑，我在搞破，我在油漆，然后快中毒，你家忘记太多，你要讲吗？换我吗？换你，换你，我又来看，跟我分享。今天的感想是什么？我感觉我差点寿命减少了十年。为什么？心还有，真的好累。不是合作那个吗？我可以拿它来擦我的吗？下一个。下一个。Next。换你，怎样？怎样？护什么？秀一下书包。秀一下书包。书包是我的。等一下，换你的书包比换这种书包好看。谁说的？而且换你的画，换有至少两米画中来画。水电工穿的，说一下你的感想。那是我的。然后吐他，你要知道讲什么哎？其实这好尴尬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在漆那个啊，那个什么巧克力色，就被你说大变色，我觉得我伤心，还有些脑内都大变色。OK。下一个。宇轩，分享吧今天的感想。元根加舒雅擦。他到屁股吗？原来等到屁股。他做游戏上擦屁股，然后帮他擦屁股。是呀，那是呀，就屁股呀，就是屁股。没有擦，没擦，我是中灯的。没关系，就带过来。
记得啊？那个葡萄牙。然后，我今天都在拍照，我手现在一直抓。好，是这样的。哎，我有志宏的电话。问谁？你有来，不要打扰你他。一个人。